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伦。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呢，就是这个车的 car cover。OK， 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的经历都是在 supermarket 买啊，又或者是在一些卖 accessory 比较多的一些店买这个 car cover 的东西，都是几十块。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说，那个几十块的东西，其实味道很重就算了啦，啊，反而还很容易破啦，不然就再来就很不好用。然后过后我自己也买过一个，是全透明的。那个好像有点像 shower cap 那个东西，有没有？那个更死，我都不懂哪一个头哪一个尾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，到最后也是给我扯破掉。好，那个我就不要多讲，我买五六十块啊，那个东西，烟往塌了下去，我的 exhaust 开始穿洞了。然后呢，到最后我就不测了。然后最近我就有看到一个新的牌子，就是这个 Evo Asia 的这个 car cover。那么呢， Evo Asia 其实它总共有三个不一样的版本呢、啊，这个是最低那个 range， 然后这个是中间那个 range， 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最高那个 range。OK， 这个呢叫做 PVA 布，然后 with cotton， 然后后面有 cotton， 有 cotton 是好的，因为它不会粘在车身啊，然后粘住啊，粘细这啊一扯，哇，还有东西在上面啊，那种感觉。OK， 然后这个是第二种，那种是 aluminium frame with cotton， 当然它有反射阳光啦，然后这个也是有 cotton 的。OK， 那么第三个呢，这种是高级的 polyester， 然后但是后面也是有 cotton， 而且这个是更厚的。这个是更厚的。 OK， 讲完了三种材质过后呢，最重要就是要怎样选先。 OK， 第一样就是选你要哪一种材质先，但是我当然是建议拿最高那个，因为它也不会非常贵，然后你拿最高那个，然后你再选车。选车的话怎样选呢？其实你看我们已经有一个表格了，这边有很多种车款， MPV 呢它都有分两种 size， 两个 XL、啊、或者是这种 Alpha Wayfarer 的，然后 Hatchback 它都有分两种，你看小 Hatchback MyV 跟大一点点的 Hatchback 又不一样哦，看到吗？全部有完，你看 sedan 跟 goli 整排，因为 sedan 我们也是有分 A segment、B segment、C segment、D segment， 慢慢就越来越大那个尺寸嘛。你不可能波顿三个跟那个 S class 是一样的嘛，因为他们的尺寸就不同。OK，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，你看波顿三个第一个 sedan， 他们是 3M， 慢慢一路上到好像 7 series 啊，去到 Panamera A 7 S class， 这种是三个 XL 了 ，3XL， 看到吗？这个就是你们要选择的那个东西，所以我们直接就放上去给你们看它的方向有什么。 OK，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包这样的东西，一整包里面就是那个 car cover， 再来呢就是他会在附送这个铁丝锁啊，简单来讲是这样子的。好，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怎样用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先把它铺上去了。好，这个呢就是 polyester with cotton， 而且非常厚装，看到吗？啊，可以拿来做 sleeping bag 也没有问题，很爽的。OK，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它铺上去，看一下怎么样。怎么铺啊？给它转过去，你先去后面了，就是 lock 下去吧。啊 ，OK， side mirror 的位呢，就塞回 side mirror 这边，看到吗 ？OK， 非常简单，就 lock 下去。哇 ，fit fit 哦，哇 ，fit fit 哦，漂亮哦。OK， 从下面绑过去。哦，这样子，然后给它捞上去。好，第一个我们看到，我们把这个铺了上去过后，你可以看到的东西就是为什么它大风大雨也不会吹掉呢？因为呢，它下面是有的绑的，各位啊，有的绑着的啊，其实你也可以绑更紧都可以，绑着你在大风大雨都不会被它掀起来。OK， 前后都有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拉低一点啊。OK， 前后都有，全部拉紧了，可以。OK。这样子就算大风大雨的话不会整片起来。 OK， 拉紧了是不是？哎呦，要上车拿东西很麻烦。 OK， 今天这个卖点就在这边，它旁边呢会有一个有拉链的地方。为什么会有一个拉链的地方呢？这样子当你要上车拿东西的时候没有问题，上车拿东西就上车咯，看到吧，你就可以开了啦，看到吧，你可以上车拿东西没有问题了，上到车然后上来盖回去，盖回下来再锁。拉链呢是 plastic 的，为什么要用 plastic 拉链呢？其实是因为不要挂到车上，如果铁的会生锈啊，会这些有问题。因为这个东西是在外面的，它不是你裤子那个东西，然后不是放在裤子里面的，所以它是在外面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要用 plastic 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它不要弄到你的车身的话，也不要生锈。如果车 fit 不 fit， 其实就是看这个东西你放下去过后有没有把它拉住啊，这样子就知道 fit 不 fit 了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塑胶，那个塑胶你拉下来是啊。这样它就会收到非常漂亮了，不管前后都要。
OK， 还有四边都有这个荧光，给人家知道，因为你这辆车可能在晚上它没有反光的时候不大看得到什么，有荧光的东西灯一照下去就看到非常清楚。甚至在这个 side mirror 这边， side mirror 这边更明显。OK， 因为我们的 side mirror 现在的车都不便宜啊， side mirror 又要自动 flop 啦，那个镜片又贵啦，又要防雨啦，啊，又要 blind spot system 在里面啊，如果坏了的话真的是非常麻烦，所以它也是给你知道，啊，看到吗 ？OK。所以前面这个是我们前方也是有这个荧光的地方，看到吗？全部都有，有到完。OK， 所以这个就是 EVO Asia 最 top 的这个 series 啊，叫做 CBS。现在我给你看一下，刚才我不是讲会送一个铁线吗？其实这个铁线就锁在这边旁边，锁在这边，套了进去过后，就是其实就要把另外一端就是跟这个锁头丢去另外一边，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圆圈这样子，这样它就会锁住，这样子那人要拆你啊，要偷你的这片东西的时候也没有那么，除了你把它剪掉了，这样没有变啊，是不是 ？OK， 现在我们就 lock 下去给他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呢那边锁了嘛，这边的话就把这个锁头这样两边一起靠进去，锁掉它，然后转掉密码，这样子它就形成一个圆圈，它就拔不开。甚至是你在家里了，你不要给你的弟弟乱驾你的车出去，你就这样子弄它了。坐你家姐姐的车。叫姐姐的车做梦，除非他给你剪掉整片东西给你剪烂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应该是不会了啊。OK， 就这样。然后那么我们去看那个第二高的那个是使用这个 aluminium with cotton 的这个，我们去看一下它的 car cover 是怎么样。好，各位，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个是 for sedan car 的这个中级的叫做 aluminium with cotton 的这种材质。其实一摸上去，你看就轻非常多。虽然那个车大一点啊，这个还是比少过那个最高级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拿出来看一看，非常小片了。这个，现在我们就把它打开来。等等，转哈边。哈边，哎 ，OK， 五分钟搞定。好，各位，肯定你们是需要知道这个价钱的。OK， 我们从最低先开始。OK， 这个在我们最右手边这个呢，其实是不建议长期暴晒 outdoor 这样子是非常不建议的，除非你有自己的 garage， 你是为了不要有灰尘弄到你买这个 cover， 这个 OK。它的价钱呢是从89到119，那 sedan 什么全部都有了啊，89到119，然后呢它旁边呢就没有那个开门的东西，开门的东西没有啊，然后也没有锁，也没有 free gift 也没有 ，OK， 啊，轮胎也没有的绑了，就是这样落下去罢了的。再来我们讲到第二高级的呢，就是那一个。那一个呢就是 aluminium film with cotton， 这样这个呢其实是 OK 的，是for晒到什么，而且它也不会说那么容易爆掉烂掉。它的价钱呢是从99块到179块，而且前后也是有的绑，旁边可以开门啊，也是有 free gift 啊， free gift 就是这个我手上这个东西，这个是急救的，就是你要 flashlight， 你要开红色灯，然后系在车身，然后打包东西，各东西全部都是可以的。 OK， 这边我就有一个 sample， 所以我们就试看来没有了，开玩笑的。OK， 就是这样子，这个就是那个 free gift 啊，他会送这个 free gift 啦，啊，看到吗？啊，晚上可以打 Star War。 然后下面还有啊，下面可以门内可以系在车，那不是个修理车啊，啊，对，有时候可以啊，这样子哦，如果你在路边停了车，在路边 highway 危险，你就贴这样子哦，滴滴滴滴。然后呢，这个一样是没有warranty的。我们慢慢就可以看得出，便宜的中间跟这个最高级这个的那个差别在哪里。最高这个呢 ，OK， 旁边拉链有了，前后有那个绑的那个东西啊，然后下面有的那个铁，就是可以绑着那个车，不要给它整个飞掉，不要给人家偷掉。再来就是说，它这个有warranty。有 warranty， 然后没有关系，还要再送 free gift。那个价钱是怎样呢？是从270到380块啊，就是这样的区间啊。所以从最小的 Honda Jazz 一路去到那个啊 Wildfire Alpha， 全部都有，也就300多块。OK， 所以这个 car cover 就是这样子。OK， free gift 也是有。所以 OK， 为什么我建议你买最高级这个？第一，它免油；第二，它的 warranty。warranty 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 warranty 原厂 warranty 六个月，在 bin.com 买 warranty 七个月，再给你多一个月。你不要以为那一个月好像有好像没有这样没有关系啊，因为这种是长期在外面暴晒大雨这样子的东西啊，它不是说多一个月罢了嘛，给我来了做梦啊，不一样啊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多一个月就是多一个月的好料。 OK， 我的最大的建议就是买这个，从这个270到380块，这个是我最推荐的，因为
你可以用很久。再来就是中级这一个呢，就是从几十块到百多块，170块。那么啊，也不是讲什么，就是它里面真的是没有那么厚，而且它没有涡轮底。我觉得我给多一点钱，我买这个涡轮底我安心，我不怕那种感觉，你知道。所以就这样子，小的就你有 garage 才一件衣啦，没有风，没有东西吹你的话 ，OK 了。如果你这样子在外面这样子，啊，两下就不能了。OK， 记得要买的话，上到 bingbing.com， 啊，只有在 bingbing.com 可以得到这个这样子的优惠，而且免邮啊，各位免邮啊，那些要给邮费啊，这些要给邮费啊，够力啊，免邮。OK， 只有在 bingbing.com 买得到是。OK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